我想你可以操作一下的，在这一年里，我学会了照顾自己。我都系一个电影配乐嘅新手嚟，我做嘅戏唔多，我成日都会思考电影配乐系一个咩角色嘅。最好嘅电影配乐咧，就系喺嗰个画面里面，其实完全听佢唔到，但系佢存在。 好彩，幾有趣，都係咁樣。即係已經個黑畫面已經嚟咗幾好啊！即係等佢即係咁印印啦，已經當佢一齊渴望。電翻轉，即係如果我擺喺一個我期盼一個人出現嘅時候，前面嗰段我好想拍。我當一個喜劇去睇啊，就鬼馬嘅，我溝條女，帶咗夫人嘅嚟啫，我有條女嚇，即係分手啦，我講緊，即係佢要諗好多方法去想講嗰樣嘢。message 究竟你得唔得啦？咁啊，好嘛？ OK， 生到我咁靓仔，呢个天要咁样对我？根据呢个二C理论，再加呢个托马斯回旋，跟住呢条方程式，就一定会成功噶啦。咁即系点啊？我知道平时女见到我都会流晒口水嘅。
我是火火組的優二十，這個幾月啦，跟導演相處的過程其實初初都有些挫折的，因為導演一開始他都會會 ban 一 ban 啲 idea 啦，跟住之後會想你改一改，跟住之後再放個第二個版本出嚟啦。但是之後見到做咗個製成文出嚟，咁又真的好咗好多嘅，覺得即係真係好似同套戲嗰個關係會更加好。场三四七十，每注七百，连赢过关三穿一，一场二三，三场五七。我的职责就话俾你听，你借紧嘅就系耳窿。唔好意思，我迟到，系咪攞车食宴会啊？冇错。嗱，我就系第二 part 嘅 model 啊。是很開心可以得到這個獎項，我在這個過程之中就學到很多東西的，學習怎樣跟譬如導演或者製作單位溝通，怎樣去服務一套電影，理解一套電影，去配合那套電影的節奏啊，或者演員的演繹的節奏，這些都是我覺得我作為一個音樂人對一個很新鮮的體驗。你跟我做低他，我呢度咪同你打，有嘢同你合作，你净系扑街。我哋嘅世界太多道德规条，抑压住我哋嘅原始欲望。黐线噶你，冇啊！咁其實裏面真係學咗好多嘢嘅。一嚟嘅時候，我哋就已經係會分咗組啦。咁同唔同嘅導演，即係可能我係去咗楊導演個翁導演個組嘅。咁跟住就同導演就學習咗好多嘢啦，即係佢教識我點樣去做配樂啦。其實好多時候係要講翻嗰個角色裏邊個內心戲。咁我發現咗呢樣嘢，其實我一直都冇咁樣諗過嘅。咁今次亦都有個嘗試啦。咁所以就去用呢個 approach 去做呢個配樂。人與人之間嘅相處。一句问候，一句关心，就已经是一个爱的讯息。今天什么日子？为什么我要来？今天是我们结婚25周年纪念。今天怎么样？在这里选今晚的。那我们分开。人就是这样的了，拥有了就不懂得珍惜。有时候，无论是情侣、家人、朋友之间，都需要有个空间。不过，当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心和信任，这个空间就会消失。今次我配的片呢叫做《爱你到妈》，整个过程呢其实很开心的，当然是辛苦的，跟不同的导演他们去谈個戲究竟是怎樣配啦，有不同的意見啦，但是學到很多嘢。
我叫 Richard Lee， 是一个富豪。哎，讲笑啫，边有咁好彩？我都想。呢个先系我，我叫刘建平，以而家嘅讲法嚟讲，即系一个废青。我想翻工啊！你哋谂乜嘢？打卡换衫做嘢啦！我哋每日主要工作咧，都系俾经理系咁乱咁插嘅啫。用咩插啊？我最用口。唔系系个你咧？正常妈咪。我就唔知啦。嘟嘟嘟啦！人家查啦，你真系等。搞呢样搞嗰样，有冇坐住？等阵，我都话有人噶啦。回水，不如喺度搞埋佢。真系只眼斗添啊！你而家真系串我。我唔妥你，而家老笠你，有冇反对？我谂今晚得一个人可以翻出去，而呢个人，我想系我自己。冇用嘅嘢，呢啲系咪叫精神分裂？你呢啲系咪叫做中度弱智啊？欢迎光临，